人找出来，这找出来这饭店哦，但是咱有查出来原因哦，就是讲因为有人去甲偷锁啊，因为为了伫内底哦要拔得高浅，哦啊锁啊有人拍断啊，哦啊个角度上哦，原来是无巧原来角度不对，所以讲哦，必须甲哦长个风台吹人风。上个大哦，啊，就该出来。啊，所以讲，但是出来了后的时阵，啊，咱即马马上咱有三十几位的吼，咱即个营的指导老师吼，啊，咱共同的时阵，大家吼，去安尼透明吼，穿即个底下的料，包括即个即个篷布种种吼，啊，即个鸡丝吼，鸡丝头啊，即个啊，搁刷入去吼，今日早起的时阵，三十几位共同吼，大家真团结。好、哦，咱即马一一个完成，即马现场完成即、這个吼，哦，诶，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饭店吼，啊，咱南面伫即个两点二十分的时阵，咱今仔日呐，诶，当快会出来讲，即、這个即个啊，对即老大公司哦，拜拜的情形，咱全所有的头城镇的乡亲，大家拢非常的团结，对着结束了后的时阵，大家拢。拢投入落去，所以讲哦，咱真注重这哦，咱七月拜拜老大公的这个工作，大家共同的投入。尤其七月时阵，看会出来讲，头城确实是一个真团结，是一个真好，嘛真重文化的一个哦，诶乡镇安尼吼。啊，咱今日的时阵，啊，馆长也要来遮吼，要采要甲采起来了后，馆长吼要带领着咱吼，镇长吼，啊，甲咱前任的镇长吼。包括议员、所有的代表、里长吼，啊，甲所有咱头城镇、县部市吼、市内吼，咱遮个庙宇的主委吼，拢来遮要共同祈福，会当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哦，啊，咱即次的时阵，吼，咱感觉就是讲哦，本来老大讲指示哦，叫咱全部咱所有的头城镇应该更加协作，更加团结。哦，啊，即个就是哦，应该全民哦，会当向着这个来做。所以未来的时阵，伫咱的这个吼，几十年以后，我相信头城镇应该有一个真好的未来。哦，这也是展现着讲头城镇，不管所有各行各业，大家人哦，会家庭平安、事事如意哦，啊，做代志，大家拢一定会去顺时安尼。好嘅。